会这样，但阿塞之后怎样？就是因为宝宝在抱小东西哦，然后我去跟他们吵架了，然后这两个我就去换嘞，我换了他还要来讲一杯嘞，那你懂吗？他怎样嘞？因为我蹲下来哈拿东西嘛，在我扛车下面，他讲什么？他先说他讲，哎，有蛋了，那我可以做蛋啊，都可以。他是这样哎，他直接叫我send哎，我刚，然后我跟他讲哎，哎，有那买包出来，I never take salary from you right， 你都叫你我只读 OK， 我再跟他讲吗？对。他们就上面超级比较了啊，对对，现在哦，我可以回来，我八点放工吗？真的，你懂我只带一个包去嘞，我的包里面就我的 headphone， 香烟啊，一个 bit， spare， 还有那 credit card 这些。嗯。他叫我把我整个包里面都全部一样拿出来给他看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然后我跟他讲哎，我一让 check out of the bag， 为什么这边就抢我的 bag？ 对。他讲 because 你得罪我，他这样讲。嗯。他这样讲嘞，他硬塞嘞，他讲我得罪他嘞，我干你呐！我跟他讲哎 ，excuse me 先生，新加坡哦，随便好得罪哦，你真的得罪年轻人哦，我心到想扁你死哦，我比你错了，我还比你年轻哎。等一下。嗯。然后讲你好快啊。嗯，等你不跟他讲讲。有啦呗。等下怎么？他没有去找那个男的没？有，他去找了。现在啊？会找了。我老喂，等你看。我跟你讲，他刚放假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都顶头被当成气话。我真的很想听到是强给他，是你知道吗？我老爷，这么现在有人想你？那你还有在那边做工多久？